呛攻略，吴晓珍教你连三呛。瑞士的首都在哪里？第一，伯恩。伯恩在哪里？伯恩就在瑞士啊。都可以洗得到。哇，但是我们洗不到，我们要请谁帮忙？看护啊。我姐是比较铁肺，我是比较铁石心肠。温柔心肠还是形容歌声的吗？小珍，我不想只当你哥哥。你在我心目中怎么会是哥呢？干爹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